男星王一博过去因出演陆剧《陈情令》而收获超高人气，晋升为一线男星。不过他在圈粉无数的同时，也引来不少不理智的狂粉。日前在微博上流传一段影片，可以看见一名女子跪在机舱走道上大喊：“请受臣妾一拜，陛下我爱你。”据悉，该名女子与王一博搭乘同一班飞机，她从一上飞机就不断大喊，完全不顾飞机即将起飞。其他人试图阻止她时，还被她口出恶言大骂，空服员屡劝无果，最终只好报警处理。随后，王一博的经纪公司发出公告强调，私生饭严重影响到艺人的工作，以及打扰到家人和朋友，甚至破坏社会公共秩序，呼吁疯狂粉丝停止这样的行为。而其他粉丝则认为发公告根本完全没有效果，应该直接报警抓人才对啊。you